陪那哪些穴位可以治疗高血压呢？主要是以下8个穴位。内关穴是心脑血管的第一保健穴，可以改变血管的收缩和舒张，不只是调整血压，还对多种心脏病均有保健作用。太冲穴是肝经的穴位，和内关穴配合使用，调整血压效果最好。尤其是因为血压高引起的头疼、头晕或者耳鸣，按摩桥弓穴对急性高血压，你比如说血压突然升高引起的头疼、眼睛胀疼等，效果特别好，一般2到3分钟就能起到降血压的作用。太溪穴是肾经的原穴，能够激发、调动身体的原动力，脾肾主气血。所以对高血压产生调理的作用。曲池穴是大肠经的合穴，有清热解表、舒筋通络的作用，临床上常用于配合治疗高血压。另外，涌泉穴在现代常用于治疗休克、高血压等疾病，也是急救穴位之一。一般是使用药物敷穴位，效果最佳。百会穴呢，可以疏风散泻，主治头疼，因此高血压患者可以按摩此穴来缓解高血压带来的头疼症状。足三里穴常用于对肠胃功能的调养，它能燥湿健脾、健脾和胃。但是现在也常用于高血压的疾病的治疗，足三里穴是长寿第一保健要穴。